很简单，但它又很有型。对，它真的是它又不会太过暴露，因为它就是微这样子开叉，然后裙子呢这里是做斜角的感觉，所以我这一边就不会过长，然后这里虽然比较长，但它又开了叉，所以看起来又很修饰，腿很长的感觉，就是一种休闲可爱，然后还有小心机。对，那种一定会把这个尽量穿高一点，因为我的上身很宽松，又加上裙子有个长度，所以我会特地把它穿高。但是是，你看，你如果不想要露手臂的话，它因为我这个设计说，这个单边是微包，然后这边是完全的这个蝴蝶袖。那你如果这边还有袖的话，没事，你就直接拉一支。可以一这样就两边都可以遮住这个袖子，哦、而且又可以露，而且女生其实露出这边呢，看起来就很显瘦，因为这边有这个锁骨跟肩膀，对，然后又可以把你的手臂遮起来，哦、可以斜肩，也可以一字随意，而且还不会卡，啊、有些脑袋一字就卡，它完全不会。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弹性，或者说板娘设计的这个腰这个地方，它这个屁股地方完全不勒，对，真的不勒。然后腰呢就是微松，你就是自己去靠这条绳子去调整，你要高腰一点，低腰一点，松一点，很舒服一点。我跟你讲，这一件呢、啊，你们真的会还会一直穿它，一直穿它的衣服，我觉得有很多客人买了白灰会回来再买。对，因为好穿，然后夏天要透气，要凉感，要时髦，又要显瘦，又要点性感，这一件全部都帮你打包。